经营呢，职场呢，五千块，不要供奉关圣帝君，入华安做大典，绕境活动。中华民国107年，公元2018年呢，今天3月3号，正月16日。没有，宋江正要在那边动，在那边打圈呢。哎，这个，黑灯有丢鱼，哈哈哈。黑灯有丢鱼。Thank you.